공포를 모든 칼날을 날카롭게 해주지. 어딜 갔으나 협상이 한참하면 나를 찾게 되지. 퍼스트 블러드 사실 똑바로 탈락 예의는 못 받아들이. 盲星，好一点，怎么说呢？这人头也让给我们哦，他已经两个人头了。我想说给他的，因为我们已经吃了一个单杀了一个盲星了。这个人头我还想说让给打野的。没想到我们打野已经二杠零了。经典千浪，他跳伞立马就一拉开啊，不然的话可能会被他一晕下来。对，你要做好他跳伞要准备。妈，这是韩服啊，韩服男枪一般都不 K 的，也不是韩服男枪不 K， 就是韩服打野不 K， 知道吗？国服你要，国服 K 的不 K 的也有，但是 K 的确有不少。这个兵线位置很差，不好打。我们进草丛吧。这个兵线位置太差了，怎么打都是吃亏的。感觉应该直接开大的，直接开大强行跟他换一波血也好一点。这个兵线位置太差了，真的没法打。先放过来就行。공격 발동 부족. 사회엔
主要兵线劣势，兵线劣势太难受了。阿古你看看戏，感觉刚刚那种情况只能开大，开大躲他E，然后强行跟他换一波血才能打，那也没什么办法。打不了啊，我的位置，我站在这个位置，我不管勾哪个墙我都很难受，你知道吗？勾不到墙，我没墙，我没墙，我的E人相当于白放的，我也不可能直接开大，我直接开大的话，如果没躲掉E的话，一样也是炸。哎，就主要是那个位置差吧，那个位置就不能打架，知道吗？就那个位置就没法打架。你看这个位置他又不敢补刀了，刚说你不敢补刀，你上来补刀，有点瞧不起人，瞧不起人是吧？哎，但为什么感觉他打我更痛啊，我靠。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더블킬主播你没魔抗，那我他妈我寻思他也没护甲呀，那我为什么打他不痛呢？你这个时间点谁能有魔抗嘛？谁能做防装嘛？都做不了防装，那他别人伤害就是要高一点点，没什么办法。我没魔抗，他就有护甲了是吧？先别逗我了，对吧？我没魔抗，他也没护甲呢。就怎么说呢，换血有点换不过，换血有点换不过。嗯，不过确实是护甲要比魔抗高一大截。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别逛淘宝，好 nice。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哎你们，一换一。처치했습니다。어떤무기를쓰는지는상관없어어떻게쓰느냐로평가받는거야。这武器不知道去哪。补刀就慢慢追上来了。
感觉应该躲在这个草丛里吃经验的，他没地方去的，这个武器应该是躲在那里吃经验。在这里看到了，我不想控一辈子，我要吃塔皮的。武器应该没有提下去，到时候我可以提下去。这样的吃肚层就非常的香了，肚层钱还是挺多的。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아人呢让这个防御塔发育一下，让这个防御塔多吃点兵。让这个防御塔多发育一下。八月差不多了，拿开了。제압되었습니다학살중입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맞죠아아저도처치했습니다这他妈就是武器狗吗？我不该回头的。他致命节奏加攻击距离，我一时间脑袋抽了忘了。这就是武器大师，不该回头的，不该回头的，不回头起码我们应该能跑。对，主要是致命节奏，致命节奏攻击距离有点远，他先敲拽了。我当时想着卡一个草丛四眼，但他擦了一个眼，然后攻击距离比较远。能跑吗？我说没大呀，大大还没接地方。这鬼操作了一下，二换二不赚，但还好，可以接受。然后武器他那一技能 CD 现在好快啊，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说太康特卡米尔了，武器这个东西还太康特卡米尔了，挺头疼的。
我记得伊顿不是才刚削没多久吗？削的不多呀，你妈削一秒钟，削的太少了，你知道吗？能不能看一下别的英雄怎么削的呀？能不能看看青钢也怎么削的呀？青钢被动一削削四秒钟啊，对，青钢被动一削削四秒啊，你武器大招就削一秒钟。咱们一削都削四秒，他就削一秒钟，不痛不痒的。我们青钢的 E 技能被削也是削了两秒，他武器大师削就削一秒，加强就加强两秒，我只能说，我说。只能说傻逼设计师是这样的，我只能说。情感一削就削削的巨多，啊，别的英雄一削就削那么一点点，加强加强就往死里加强。只能说设计师是这样的。哎，又 CD 好了吗？妈的，真恶心！我看见他开 E 的，我第二脚二段 Q 他又 CD 好了。嘿西。我比他多一件大件装备，比他多一件大件装备，比他高一级，同时卡了一个他没有 E 技能的时候，同时他当时 E 技能还在 CD， 他相当于让我一个技能，让我一个大件装备，让我一级，让我一个等级，让我蓄力一个二段 Q，OK，、OK, 差点被反杀，真牛逼！我只能说这就是武器狗，我只能说这就是武器狗。哎呀，跑不掉了。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소환사한명이